我今天来的正好。你不是，你来的不正好，家里没钱了。我是来还钱的。你不啊？我从我叔我婶那一共借了5次，17000块钱啊！来，这是20000，多出那3000算是利息，但是啊也不够你们还债的，没关系，发挥我特长，我马上跟你们借去，我能借多少我就是多少。二狗子，弄的啥啥事儿啊？人家是来还钱的，你看你弄，赶紧跟人家说清楚呗，哪有这样对朋友的呀？哎呦呦，对，我嗨，我这二狗子，来，二狗子。我真没想到你还能是来还钱的，哎，我是万万没想到。我说二狗子，刚才大姐夫说的对，不是我们以为你是来借钱的，所以说给你演了一出戏。行了，二姐夫别安慰我了啊，那债主我都看着了。哎，债主也是帮我们演的，那是群众演员，那是。啊，你不信我咳嗽一声。干啥呢？钱还给不给了？给不给了？还演呢？你看你，行了，别演了。二狗子人家是来还钱的。改了？改还钱了？呵，什么改？人家二狗子把这些年借我们家的钱，连本带息全还了。啊，二狗子，哎，姐夫过来。姐夫跟你说两句话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人呐，借钱的时候着急，还钱的时候更应该着急。你说是不是？是，咱不有句老话吗？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对了，你看，今天这钱我全还上了。是啊，全还上了。啊，一共5次吗？全还上了。对，不是你全还了吗？全还了吗？5次吗？不是你，那500，哪有500次啊？就5次。这，哎呀呀呀！不是我那。哎呀，行了。大姐夫，不好意思跟你说，我说吧，你之前是不是跟大姐夫还借过500块钱？你忘了吗？哎呀，我忘了。你说当初我说我借钱是给你写欠条，你就不要的，没有就拉倒。哎呦，这事儿没事儿，真就剩500块钱了，来拿着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对不起啊。应该的，我下次注意啊。谢谢。行了。哎呀，你俩别客气了啊。二狗子来了啊。没别的啊，家里吃饭啊。对，大姐夫，哎，赶紧做饭去。我做去。哎，回家啊。今天我请客，咱们出去吃去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说还你。哎呀，我把钱全还你们了，都没钱了。哎，二狗子，这钱你可是还我爸妈的，这不能动啊！对啊，大姐夫有钱吧？哎，我有，你不是刚还了我500吗？这是这么多人，500差点。对，哎，大姐夫，哎，我不记得你说你都还100呢吗？对，我是还100呀，600够了，借我，走，吃饭去！哎呀，吃饭去！吃饭去！你怎么来了？